当年汉高祖刘邦起兵的时候也不过百人，可是后来怎么样呢？不照样席卷天下了吗？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念，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一天一天壮大起来的。我同意，当年我跟着我们的队伍开辟新的根据地，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只有100人。没错，我们要在这儿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根据地，就像当年共产党一样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学生兵自己的根据地。到时候我们也学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跟七四军那样，跟小鬼子打游击。打游击？我们不能一直打游击吧？这不是正规军的做法。只要能打胜仗，我管他什么正规军杂牌军呢。可是我们也不能太乐观，咱们现在缺少粮食、药品、被服以及弹药，咱们现在等于一无所有。如果决定留下来，就要先解决这些困难，还要找一个适合落脚的地方。当下还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吧，我们先要找到粮食。你听我说，我有个办法。咱们先让同学们把自己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凑起来，到附近的毛林镇去，我们先买点粮食验影机，等度过了这个坎儿，咱们呀再从长计议。これは将来に治安の最も重要な敵だ。なら敵は明確した以上、続きのこともやりやすいのだ。報告。中谷君、おそらく待っている人は、すでに来た。ここを入れ。少姐，铁哥，你们在这等着。好，好。少爷，老板，哟，两位要点什么呀？这些全都给我买粮食，找你们伙计给我找辆车，把粮食全都给我搬上车。哎呀，不用麻烦伙计了，也不用雇车了。哎，什么？老板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些钱至少换你这里10袋大米吧。哎呀，现在日本人来了，贵票不好用了，你们这就是一堆烂纸，擦屁股都嫌小。哎，你们看这链子，一看就是假的。哎，别说这个镯子嘛，倒是值点钱，嗯，也就值这半袋小米了。就算只有这镯子值钱，那也不至于换半袋小米啊。这日本人来了，这粮食就这个价，一天一涨。如果你现在要不买啊，恐怕过一会儿连这半袋小米你都买不起了。你这不是发国难财的吗？这太狠了吧你！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，哎哎哎哎啊、我怎么？老板，我这哥们儿啊，脑子坏掉了。切！哎，老板，他如果什么话得罪你了，你千万别介意。哎，老板，你知道吗？老板，我们大老远跑过来，你就给我们半袋小米，我们的孩子媳妇儿都回去等着开锅呢。老板，能不能帮帮忙，再多给一点？哎呀，这年月呀，我可怜你们，谁可怜我呀？
现在啊，都各顾各的活。哎，你这表倒值俩钱儿，这表能换个十，哎，也就换个七袋八袋了。什么？你，老板，这块表真不行，你弄点别的什么都行，这块表不行。哎，干嘛？就这一块表，也就给他吧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粮食重要。再说了，这东西能换十袋大米呢，我换什么表？不行，这块表是我爸送我十六岁的生日礼物，说什么都不行。再说了，这块表可是洋货，换十袋大米，开玩笑？什么洋货啊？你就因为这东西把兄弟饿死了？没事没事，看我的。老板，老板，帮帮忙吧！老板，求求你了。哎，你求我也没，求求你了，这我也没办法，不是？哎，我发现你不管在哪儿都忘不了你这几根毛啊！啊，哎，头可断，发型不能乱。嗯，说清。嗯，快，快！你们求我没用啊！怎么了？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队伪军。哎，停！哎，都进去搬东西去，快！是。来来来，你们给我闪开，闪开！你们几个，给我来抬粮食来。是。哎，老总，老总，你们别抢粮食啊！你们，老总，老总，这叫抢吗？老子就抢你了，怎么了？滚！哎，老总，老总，别啊！兄弟们，搬大米、大豆、面粉，都给我搬走！想不到这一次我们算是白来一趟了。谁说我们白来？要我说呀，非但没有白来，而且收获很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咱的日本军装还有几套？进来。小姐，日本人明天给老爷发丧，您过去吗？我怎么去啊？这时候去会让日本人怀疑的。下去吧。あの、中谷さん、ここは刑場だよ。なぜ、ここに起きたの？浅川君は待って待ってる。行こう。
前川太君，有武丁，陈桑。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可以，不影响为皇亲效力。有戏，非常好。陈桑，现在有证据证明，这些抗日分子就是你弟弟参加的那支学生军，而且你弟弟也是那次发生的暴乱的主要参与者之一。陈桑。 那天在宴会的现场，已经留下充分的证据。你的弟弟昏了进来，我不知道，前川太君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发誓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我就是想把我弟弟留在我身边，一起为皇军效力。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啊，前川太君。陈桑，我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。陈桑，虽然你刚加入皇军不久。 但是你的忠诚，我们是有目共睹的。我相信陈桑不会做出背叛皇军的事情。但是同时，我也劝诫你，我希望你尽快找回你弟弟，劝他弃暗投明。你们兄弟二人，竭心为我大日本帝国效力。只要他肯回头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既往不咎的。当然，你知道。 我一向是仁慈的、宽厚的，啊，一定，等我找到这个兔崽子，我一定让他跪在这儿给浅川太君谢罪。浅川太君，时间不早了，陈桑，回去早点休息吧，把身体好好的调整到最佳状态，继续为帝国效力。 谢谢前川太君，谢谢太君，那我走了。去吧。要做監視司令とは配置したか？準備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。兄弟们，开饭了啊！开饭了，吃完了。哎，来，快点，快点。 来，给你。来，大哥。哎，东筷子。来，吃。哎，吃。哎，狗三儿，老子的酒呢？啊？哦，酒，快点拿去。来，吃。 他娘的，这谁呀？真他娘的会挑时间。狗子，乔小姐，谁呀？来，实在来了，八嘎！他娘的，什么人呢？ 哟，是太君呐！赶紧夫人家，太君，你们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有什么事儿？修狗！啊！你们的全体站好！站好！站好！太君，请问有什么？ 粮食得搞，粮食。哦，太君，原来您是过来搬粮食的呀。
您不是说下个星期过来搬吗？报告，搬粮食啊！搬粮食，快点！搬粮食，快点！快点搬粮食！ 太君，你们没有吃饭吧？这儿有酒，有肉，还有菜。嗯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太君饿了，快点！放这边。啊，放这边。 太君，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来来来，怎么这么冷？弟兄们，他们是假的，臭家伙！别动，别动！ 这一枪我打地上，下一枪我肯定打你身上，想死的就跑啊！跑啊！好汉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们要粮食，把粮食搬过来。 粮食，快快快快！快呀，快粮食去！快点，快点！别墨迹，往那边，往那边！哎呦，快点！别墨迹，还有你，快点！好汉，您盯着我干嘛呀？在帮我个忙吧。 什么？来，二位爷，你们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看到了吗？这有没有？武器和弹药都有了。阿翔。 怎么回事？现在怎么这么不讲规矩？也不知道门口接我一下。妹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说呢？我总不可能是来找阿香的吧？沈大局长，不是，您慢慢坐，慢慢坐啊。这是干什么呀？ 没没没没没没的，我不脱光日本人绝对是个计策，是计策，曲线救国，等你们打回来以后啊，我好做内应啊。哎呦，那真是难为你了。嗯，这么忍辱负重的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真的，我真没开玩笑，我写了一封陈情书啊，家军让我写的，我还签了字呢。对，家军可以作证，家军可以作证啊，我们是一伙的，我们是自己人啊。你说什么？ 家军啊，你见过家军了？我当然看见了。前几天，前几天他们在城里边杀了日本人，救了那些娘们儿啊，不，那些女人都是我帮的忙啊。要没我帮忙，他们怎么能做出这么多事儿的？还有，到舞厅那天，那枪是我送的，我送的枪。怎么那么多废话？快告诉我，我在哪儿能找到家军？这可不好说。他们出城去了。哎，但是还遇上了鬼子，在观音山打了一仗。 在观音山打死不少日本鬼子，哥啊，家军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他要是有事儿，日本人早就登报纸了。没事儿我就放心了。没事儿就好。哎啊啊哈啊！你看，你真厉害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帮家军他们办了那么多事儿。哎呀，应该。这么说，你也得帮帮我啊。不是啊，我能帮你啥呀？ 我们想知道，浅川的行踪。这事儿有了粮食，还有武器，
回去还能分些粮食给老百姓。郭亚军，我不得不再一次承认，你小子的计谋厉害啊！兵不血刃就帮我们搞到了武器和粮食，自愧不如啊！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那个什么降龙伏虎、斩妖除魔、齐天大圣军团实在是太傻了。嗯，傻吗？特别的傻。那是你动作不对，正确动作应该是降龙伏虎、斩妖除魔、齐天大圣军团。哎，这名多好啊，传出去以后多么霸气。霸气什么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唱戏的呢。哎，停会儿、鱼往哪儿呢，往哪儿呢、去哪儿啊？你们在前面等我。我们前面等你啊。咱们先走。好嘞。妹子，这事儿我可真帮不上忙。浅川这人物，我想见他一面都难啊！这真的，我一知道就是他就是经常在司令部里窝着，就是在妹夫过去家的老宅子。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这点他说的没有错，我估计日本人也不会相信他。就是他不能相信我。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对。哥，哎，你看妹妹死里逃生，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回来看你啊，你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。我表示啥呀？借我点钱用用。借多少啊？哎呀，你沈大局长这么有钱，借你几个钱花花，搞那么紧张干嘛？再说了，我借的也不多，你出得起。这话说的，你是我亲妹妹，我是你亲哥哥，借什么呀？拿去花啊！这还差不多，这才是我亲哥说的话。亲的，真是亲的。妹子，这不能开玩笑，这就容易走火，他容易走火。是，哎呀，老乡，老乡，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你们是谁？会说中国话呀？你是中国人？是中国人？你他娘的穿这身狗皮干嘛？你们想干嘛？哼，我们专干打劫的营生，你说我们干嘛？土匪啊！哼，算你小子识相，说对了。当家的，这人我认识，他就是城里祁连商社的杜家大少爷。你看准了，没看错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我还在他们家打过短工呢。哼，雪中送炭，
给我带走。是。他娘！周围，你们那么多人打他一个人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单挑！哼，小子，我告诉你，再不给我老实点，我连你们一块全都弄死！把马车给我带走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走。快走，走，快！哥，刘林，这知道这人是谁吗？史安城麒麟商社杜家的大少爷。哦，真的？哼，可我听说这麒麟商社现在投靠了日本人，咱们绑了他们的大少爷，狠狠地敲他一笔，让他们狗汉奸出点血。他们杜家有的是钱，咱们敲他一笔，够咱们吃上三五年的。正好教训那狗汉奸，一举两得。我早就跟我们家一刀两断了，我跟他们没关系，听明白了？至于钱，你们想都不要想，他们不会数我。我警告你们，赶紧把我们放了。哼，你到我们这个地方，不出点血，就想走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一会儿见我们当家的，听他发落。我们当家的人呢，也是城里有头有脸的少爷，也许还认识你这个大少爷呢。你们大当家谁啊？嘿嘿，我们大当家的说出来吓死你，他爹就是鼎鼎大名的抗日大英雄莫孝川，我们大当家的就是莫司令的公子莫家军。自从他爹死了以后啊，他就带我们在这儿扯起了大旗，有朝一日替他爹报仇雪恨。你们大当家的是莫家军？哟，看来听说过呀。莫家军是你们大当家的？不会吧，莫家军啥时候当土匪了？怎么，你们认识我们大当家的？啥事儿啊？吵吵啥呀？哎，大当家的，哎，大当家的，
既然你们都认识，那就见见吧。哼。你就是莫家军？对啊，我就是莫家军啊。你们是谁啊？这一会儿不见，怎么就吃成这样了？哎，你们都笑什么？是莫家军。他才不是莫家军。胡说八道，我就是莫家军。莫家军，他们一定是日本人派来的。压下去！我回头我亲自审。快快快！来，把嘴给我堵上！压下去！把他们嘴给我堵上！快点，快点啊！他不是莫家军！快，放开我！哎哎！一看就是日本人的探子。怎么这么惊讶呀？是惊讶我突然出院了，还是惊讶我突然来找你啊？没有，我是想，你这刚好，怎么不多休息两天啊？那天舞会的时候，我可是看见你跟杜少维在窃窃私语。那我觉得你可能该换副眼镜了。少云，少云啊啊！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你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我来不是来兴师问罪的。这些事儿我压根就没跟日本人说。不过如果你知道这帮小子的下落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后边的事儿交给我来处理。陈佑生，你怎么就肯定我知道他们的下落呢？就算我知道。你会把你弟弟的下落告诉日本人吗？好了，我呢，今天还有点事儿，改天请你喝咖啡。少云，哎，少云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少维跟幼林那天晚上被日本人包围的时候，舞会的灯可是全都灭了。那我觉得他们该换个保险丝了。明显是有人暗中帮了他们一把。不过我来是要提醒你，毕竟我们是给日本人做事情，很多事情还是小心点好。这件事可不是小事，日本人肯定会怀疑到我们。谢谢你的提醒，但这个事儿真跟我没关系。我当是哪个不长眼睛的，没想到竟然是咱们的杜大会长。嗯，好姐妹见面不用这样吧？那我该怎么样？束手就擒吗？然后等着你带我去找日本人领赏？以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抓你们两个，我没那个本事。那你跟着我干嘛？总不会是找我叙旧的吧？我知道你回来的目的，你是来给莫孝川报仇的。也许之前可以，但是经过莫家军他们这么一闹，
日本人提高了警惕。就凭你们两个人想杀浅川，别做梦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按说你现在是日本人的狗，该抓我们才对呀。啊，我是在给日本人做事，但并不代表我的良心被狗吃了。我永远当你是我的好姐妹，记着，一辈子。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别动，放他走吧。现在城里头很乱，你们要没事就尽快出城，保重。刚刚为什么不干掉他？他敢自己来跟着我们，一定有所安排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啊，莫家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这个呢？少维他们被土匪抓了，现在什么情况都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你一回来就冲我发火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给你摘这俩果子，从树上掉下来屁股都快摔成两半了，你也不问我怎么样了。是我让你上树摘果的？那没办法呀，谁让你是我媳妇儿的，对吧？哎呦，行了，莫家军，别闹了，过来商量一下怎么救人吧。哎呀，放心吧啊，你们放心，我想了一个好办法。你过去，哎呦，死的。你听好了，我准备啊，算了，我还是站着说吧。明天啊，跟我去粮店，把我爸这块值钱的表当了。要走？为什么？司令的仇不报了？报啊，仇当然要报。但是你们也看到了，现在日本人在城里加强了戒备，浅川的行踪也不清楚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。况且现在杜少云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留下来太危险了。杜少云看样子不像是会出卖我们的人呐，要不他早就动手了。我不会蠢到去相信一个投靠日本人的维持会长吧。那咱们接下来干嘛？出城找家军，我们去观音山一带去找他们，到时候跟他们合兵一处，咱们就有实力干掉浅川了。嗯呵呵，嗯，想通了。哎呀，不过现在又涨价了。你这块表现在最多就能换七，哎，不，最多就能换六袋大米。行，不过这次我不要米了。啊？那你要什么？我要酒。计划成功后就赶紧给我发信号，如果十二小时还没出来，我立马带人强攻。放心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也要跟你去。我要是救人命，你跟着干嘛？太危险了，不行。莫家军，我也是受过训练的军人，你不带我去是不是怕我拖你后腿啊？不行，我看呢，可一跟着你也不是坏事，你们两个刚好一男一女互相打掩护配合，没准更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。哎，聪明啊。对呀，我们两个可以假扮夫妻呀。哎，咱俩本来就是夫妻是吧。哎，这样呢土匪就更不容易识破我们的身份，对不对徐可一同学？就这么定了啊。好吧。起开，谁跟你是夫妻？哎哎哎，注意安全啊。
照顾好我姐。小心点啊。阿萨哥哥。嗯。斯瓦雷。嗨。那个大女君。僕らはまた情報を送ってないのか。まだです。約束通り。奴が昨日情報を送ったはずだ。多分、すでに覚醒兵を見つけた。ただし、情報を送ってないだけ。